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带大家嚟睇下呢一个莲花单车径。咁今日咧，澳门咧就有啲混乱啦，因为喺本来系今日系同珠海免隔离，打咗防疫针，做咗核酸，48小時就可以过关。但系咧，到早上嘅时候咧，又突然之间公布话系暂停，咁咧就令到好多人咧就好彷徨。咁亦都係包括有好多係跨境嚟讀書嘅小朋友啦，同埋有好多琴日趕住打針同埋做咗核酸疫苗嘅核酸檢測嘅外勞朋友。咁而家咧又發現咗第72宗確診，咁好快就要啟動呢個全民核酸檢測，咁我都要好快就要走噶啦。不過咧，今日帶大家嚟透透氣啊！咁呢度咧係啊，睇幾多小朋友咁喺度踩單車，幾開心，唔使翻學。係啊，同埋啲小朋友今日都論盡啦。翻下學嘅時候話公布唔使翻，咁亦都好多家長都好彷徨。突然之間又唔使翻。OK， 咁我哋嚟睇下呢個風景啊，其實係對住呢個橫琴嘅關口啊，同埋呢度咧好多攝影師咧都係嚟呢度咧影雀仔噶。哇，前邊咧就見唔見到啊？有一班人咧帶住啲好多好大支嘅鏡頭。OK， 我哋影下啲雀先啦。咁有好多咧就喺度揾食啊。咁其實呢一片係屬於澳門嘅濕地啊。咁咧係雖然見到有咁多建設，但係咧仍然都係好多雀仔咧係過嚟過冬天嘅。嗰個可能好細嘅，未必睇到。咁我或者一路行一路講。OK， 咁今日咧其實就講快啲啦。大家都知道內地嗰、那個電力供應嘅問題啦。咁我唔知大家諗緊乜嘢啦。咁啊，歡迎你留言啊。咁啊，大家可以傾下偈啊。咁啊，港澳人咧不嬲都好幸福嘅，就冇一啲危機意識。咁上嗰排河南發生嗰啲災難咧，大家都睇到啦。如果一冇電咧，就會好論盡啦。咁啊，手機又用唔到啊。咁啊，同埋嗰個提款機啊，各樣嘢都係有啲麻煩。咁咧就參考咗咧一啲外國嘅節目啦，咁我或者都講少少我自己本身嘅準備啦。咁啊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。OK， 咁啊，首先咧就係水啦，咁啊儲定少少水啦，飲用嘅水啦，同埋一啲係用嚟清洗嘅水啦，糧食啦，乾糧啦。咁啊，如果屋企你有天台或者係有花園露台，可以種少少蔬菜啦，或者係啲香草啊，或者係啲水果。其實真係有啲奢侈啊！如果話種呢個水果，因為大家都唔係咁大嘅空間去做呢樣嘢。不過外國咧好多時啲人咧
就有花園啊，咁啊可以做到自給自足咯。OK， 糧食有啦，咁另一樣咧就係太陽能充電板啦。咁啊喺緊急嘅時候咧，都可以用嗰、那個太陽板，咁可以幫你嘅手機充電。咁其實呢個都係應急之用，都幾好嘅。咁我相信好多喜歡露營啊、行山的朋友呢都會有這些裝備的了。咁啊，儲電器啊、儲電機啊，咁啊可以插滿電，就攞住架機就可以四圍去。咁同埋咧，如果係有一啲係長期病患啦、啊，或者長期都需要一啲儀器嘅朋友咧，就呢個後備電咧真係幾需要嘅。咁另外咧就係、是、現金啊，少量嘅現金啊。咁啊，外國啲人都因為而家不停印銀紙啦，咁所以大家都會推測到咧，就可能好快就啲銀紙咧貶值得好快。我哋嚟睇下，哇！真係呢啲打雀高手啊！好，繼續我哋講翻買少少金啦、啊，少少銀啦、啊。咁啊，因為有啲人甚至乎係即係好驚啲銀紙貶值啊，咁就買金銀嚟到保值。咁啊，再嚟咧就係、是、仲有咩啊？大家諗唔諗到？係啦，就係、是、可以準備一啲便攜式嘅 gas 爐啊，即係嗰啲細細個嗰啲石油氣爐，咁以示不時之需啦。如果冇電都係煮下個面啊嘛，同埋煲下水啊嘛，打火機啊，火柴。咁咧內地咧，我記得話斷電嘅時間咧，啲蠟燭咧都好搶手。咁啊，其實蠟燭都係一樣幾好嘅嘢啦，打火機、火柴。如果你屋企可以做到一個barbecue 嘅爐啊，更加好啦。咁你可以就係買啲炭啊，咁可以自己屋企 barbecue 咯。咁咧如果喺外國咧，亦都有啲人咧係建議咧係買多一個冰箱。咁啊，電冰箱可以儲存一啲肉類啊，或者係一啲蔬菜。咁但係咧，我哋港澳嘅情況唔一樣啦，咁啊糧食就宣布咗都係好充足，咁啊其實呢一樣就未係話咁可怕嘅，咁而大家居住嘅空間都好少，都未必有地方可以買多一個冰箱。OK， 就仲有呢，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部电影呢，叫做《生存家族》（Survival Family）。啊，头先呢度前面有啲靓，影下先。嗱，呢个就是澳门大学对面。咁嗰套电影呢叫《生存家族》，咁咧就系讲如果个城市咧停电嘅危机，都几有趣的。咁啊，大家如果有時間咧，咁啊可以睇下呢個電影。哇！呢個景觀都好靚喎，好悠閒啊！我希望我揀嘅小 tips， 大家都唔會用得上，但係有危機感咧係需要嘅。OK， 今日講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。
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啊！我試下每日都錄一條類似咁嘅片。如果大家中意，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俾啲意見我啊！多謝。